他是谢欣颖，他是佳慧姐。到的时候，我觉得旋律非常的揪心，然后再仔细去看那个歌词，我觉得完全是身为女性，只要有谈过恋爱，都一定会有那种曾经遭遇过的那种感觉，所以很贴近，很感动。刚开始收到剧本的时候，然后导演有跟我说一镜到底，那时候我想，好像应该会蛮轻松的吧。但今天其实是试了很多次，然后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困难的是每一个动作，其实在它的节奏上面都要跟着歌词，比如说翻页的时候，其实又是那个旋律上面要跟着节奏一起。因为我刚刚在看 monitor 的时候，最后一遍的时候，我真的有红眼眶，这是我第一次这么有具象的画面。因为这首歌，我觉得是因为歌真的非常感动，而且会勾起一些以前谈恋爱的过程。我自己听前面很痛，因为其实女人在失恋，不管是就结束这一段关系的时候，一定会去怀念，或是看到笔记本的时候会很感伤。然后，但是后面那种释怀的感觉是，我觉得每一个女孩子都应该要学习的地方。你知道我刚刚最痛的地方是你笑出来那一下。你说，我们在讨论剧本的时候，有一些更疯狂的想法，但欣颖今天的表现方式，我真的觉得恰到好处，而且那个优雅的气质真的很好，我又再一次的爱上这首歌。本来就喜欢一点点。喜欢这么多，我觉得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期待这首 MV 的出现。高不高？大头太高。我也想长跟你一样高啊。这样子。这个位置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可以，可以。要拿一个超高。你就很高。天长地久，幸福被淹掉浓。
情若不轻风，我凝视着我渐渐的死去在角落。天长地久。